Thank you.
gặp lại. <音><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出现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看到你本人已经特别激动了。耍棍子耍得很好。很帅，真的好帅。我还可以更帅一点。哇，真的太帅太酷炫了！我问一下这个粉丝朋友好了，你们喜欢吗？刚刚的游戏造型？喜欢。那么问题来了，你们是喜欢我身边的这个黄子韬呢，还是喜欢游戏当中的黄子韬？难不到你们吗？那刚刚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公众给我们子韬带来的礼物，也算是给我们粉丝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我相信以后可能玩家朋友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也会更带劲儿了。那接下来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小惊喜之外呢，我们公众网还准备了其他的大礼送给各位粉丝。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有请到的是公众网手游发行中心总经理常天任先生来为我们揭晓，有请。除了刚才大家伙看到的视频中的那个子韬，我们这次为这个所有子韬的粉丝们准备了，在超人战队的游戏中准备了粉丝的专服，然后这个服务器是专门为你们开放的，然后在子韬中，在这个粉丝中，大家伙能看到刚才这个视频中的这个虚拟形象的子韬，然后大家还有这个自己专属的这个头像的边框啊，然后子韬专属的这种装备啊，然后以后子韬这个帅帅的今天蓝色的着装我是第一次见，然后过一段时间也要把它做到游戏中，然后以后跟着子韬的这个时尚的节奏，游戏中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同形象的你。他的那个西装是就是咱们拍这个平面的时候你穿的那个是游戏里的时装是吧？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感动花钱的。希望那个大家在场的粉丝，包括这个今天没有到场的粉丝，都能后续持续那个支持这个子韬，然后支持我们的那个超神战队。好的，支持子韬，支持我们的超神战队。那刚刚请二位留步一下，刚刚提到了就是为我们的这个粉丝带来很多福利。那我想问一下常天任先生，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这个来宾啊，合作方伙伴，对不对？他们都很重要，所以今天有为他们准备奖励吗？就是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粉丝福利以外，然后大家伙看到了现场有500台的 Apple Watch， 然后这边的宝马 i8 跑车，其实都是为这个超神战队的玩家准备的实物奖品。哇，太帅了，真是巨资啊！哇，那这样好了，这样我们今天在现场是有一个小的抽奖活动的，会在我们所有这个合作嘉宾当中呢抽取3台 iWatch。我们的抽奖嘉宾呢有2位已经站在我们台上了，我们先抽取第一位，请我们的子韬先为我们抽取第一位幸运来宾，有请上我们的李小姐拿上我们的抽奖箱。好，我们的奖品已经拿上来了，好，请子韬为我们抽取第一位。好，来公开一下，黄子韬。好，张军红，张军红，来自网易的张军红，在吗？网易来的，有在吗？在现场吗？有。来到我们台前，既然是我们的子韬亲手把你抽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份奖品让我们的这个黄子韬亲手送出，好不好？来，亲朋这位来宾，赶紧来到我们台上。哇，非常贵重的奖品啊！刚刚那个台下的时候，子韬有跟我讲，他说能不能给我自己抽一个？常天任先生能给子韬抽一个吗？私底下，他在游戏中。好，我们
戏。今天子涛的稿子一定要好好写。有没有想要所说的？今天拿到第一等奖的。那个，我刚上周刚看完他演的电影，所以好，今天刚就见到他了。这个，看这么多粉丝，你看的是小蜜桃吗？没有那个微信账号呀。是小蜜桃吗？对呀、啊，对你印象深刻。像我们这个大男人站在台上，已经感觉话都不会说了，真的看到偶像特别激动哦。那也是要恭喜你今天成为我们第一位幸运官，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奖品。那最后的奖品呢，请我们的第三位的抽奖嘉宾来有请我们的超神战队的游戏研发公司图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单学金先生为我们抽取第三位幸运来宾，有请。好，来，请我们的单先生为我们公布一下得奖姓名。没有，上次那个传递约了，然后我就跟着一块儿。金花网的游戏事业部总编王鹏先生。王鹏先生，王鹏先生在吗？王鹏先生，如果在的话，给我一个挥挥手，给我一个手势，在吗？赶上暴雨。台下的观众默默的，不在吗？不在，我们要把机会转让给别人了。不在吗？确定不在啊？三二一，那这样好了，也麻烦我们的单先生来再次为我们抽取一下，来，请上我们的这个李小姐。好，来，最后一位，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多讲一点。好，来，请公布。超好玩北京新闻中心高级海外游戏研究员史哲峰先生。没有，有在吗？史哲峰先生，史哲峰先生，史哲峰先生，你要再不上来，你的奖品要走了。史哲峰先生还不在吗？难道我们要把奖品拱手相让了吗？这样吧，我们最后再抽一次，好吧？如果再抽不到。再抽到再说吧。直接抛看到大家已经同意了，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希望没有人中？再抽不到这样吧。我也以为是这样的。好嘞，恭喜口袋巴士的内容总监，这个单旁一个吉。已经上来了，已经上来了。哎呀，不好意思，粉丝们，观众已经上来了。来，请我们的单先生颁发一下奖品。好的，好的，恭喜！好，偶像握手，谢谢。我说句话行吗？好，你说。那个，谢谢我的曾经的很多年前的老东家空中网举办的这个活动。我曾经是空中网 SP， 谢我爸。哇，这是我们的前员工啊！好，来，谢谢你，非常的幸运。好，谢谢，请台下就坐。谢谢我们这位幸运来宾。那么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发布会最重要的环节了，即超神战队公测启动仪式。让我们有请到的启动嘉宾分别是来自空中网集团执行副总裁张涛先生，空中网手游发行中心总经理常天任先生，图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单学金先生，超神战队游戏代言人黄子涛先生，以及奇虎360代表、UC 九游代表、斗鱼 TV 代表，我请我们的各位来宾上台，为我们开启启动仪式，有请。好，我们的七位来宾已经分别站在我们台上了，我请我们的七位来宾。全部面向我们的大屏幕，稍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位嘉宾把你的手印分别对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手印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进到我们待会儿的仪式开始。
我们的需要采访的媒体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采访间，到时候来采访我们的空中网高层。